Plus 的目前发现脉冲星数量呢已经达到900颗，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么节点。这个首先是取决于设备的优良性能啊，这个我们现在探测的脉冲星肯定是其他望远镜很难探测到的。当然这个跟我们这个稳定运行也很大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望远镜一年能输出5300个计时的观测时长来讲，其实对于这种非传统类的望远镜来讲是实属不易的。可以说这个团队为了这个指标吧，付出了全部的努力吧。这些脉冲星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这个增多，而是科学上有真正的突破。第一个方面是过去人类从来没有认识到有这么暗落的脉冲星啊，过去大家都意识到只有亮的脉冲星，而暗落的脉冲星究竟有多少不知道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这个900个脉冲星当中有一大批脉冲星啊是一闪而过的偶然发脉冲的脉冲星，这些脉冲星如果不是黎明的推演是捕捉不到的，外国人就捕捉了很少一点点，这个数量过去大概占5%，而我们发现这个一闪而过的脉冲星啊可能占着15%左右，很有趣的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还捕捉到了很多毫秒脉冲星，比例到了20%到25%，而这些毫秒脉冲星是宇宙中最精准的灯塔，它给人类提供了宇宙中的精准的时空的坐标啊位置，甚至我们地球的这个时间系统都可能带来革命性的影响。我们这个能够取得这些成果是团队通力协作的结果，一方面是望远镜运行的好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团队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结果。我觉得这个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增加了人类的认知，增加了人类对宇宙对恒星怎么演化怎么死亡的认识，在人类知识的前沿做出了贡献，这一点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。